这么大个车床，大哥，车上什么情况了？他一按保险丝就烧，一按就烧，不按不烧。这个是车床快进和快退的挡把，一按按钮会烧保险丝，这个得看一下是烧的哪一个保险丝。保险箱子，啊，哪个？这个。啊，一按烧哪个保险丝？这个。不一定拍哪个。不一定哪个。现在第四个保险丝爆了，现在。一二三四。啊。啊，这是电机的。电机的。那边那个电机的吗？下面的线不拆了吗？拆了以后就没问题了。拆了以后呢，这不是在找嘛，找个在量电嘛，量过来的电都对的，只要那边送上电，那边一按这边保险丝啪就没了。而且包含那个电机车厢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烧保险丝。烧保险丝电机有问题。现在不但是烧保险丝，现在就是保险丝不烧，外面热短路，外面电那个电机缺项。电机缺项啊！我先量一下这个电机显示。电机没问题。电机没问题，你把电送上，把电送上，保险丝都换了是吧？对，最后一个保险丝，而且是从那台车床上。把电送上，我看缺不缺项。好了是吧？测量三相电两两之间380伏，另外两项380，这两项。380，不缺项呀？这就是找不到原因吗？他找你来了。吸合一下呗。您那边快进摁着快进，他虽然不走，但我看他吸合。好，别动。380还行啊，还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关了吧。这样试试呗，随你呀。啊，也不是，你得试啊。这个我量的是没问题啊。你先上试呗。把这三根电机线按照相序 UVW 接上，原来的相序接上以后看看，然后拿前行电力表掐着电流，掐着其中的一根电机线上，我要看一下电机启动的电流，然后还得看一下它启动时的电压，三项缺不缺项。再启动一下，我掐一下电流。13啊，电流特别大。再来。关。再来。电流特别大，13啊，12啊，关了吧。别试了。这边没问题，电流都超了。这个是 1.1千瓦的电流，也就是在2安左右。2安的左右，一开达到了13安。电机憋实了。好好的电机怎么能憋实了呢？他们说上午还用的好好的，下午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它里面是变速箱啊，是吧？我也没拆过，没见过里面的结构。那咱们没拆过呀，憋住了，很丝滑呀。对呀，你打到挡上的哪台床上做一个呀？知道了吧？打到床上哪台？打挡以后，
对呀、啊，你打上去，它哪个都是这样的。你看那袋装的线也是一个样，它都是别着的，知道了吧？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呢？这个就是它的电机。1.1千瓦 ,2.7安的电流。这个电机功率很小。三个螺丝一拆。对。拽出来。一拆就拽出来了。拽出来看看行吗？行，帮我忙吧。好，你拿那溜角。线啊，就这么一个电机，你现在再开一下，看它转不转？对，电送上了是吧？没送上，人跑了。啊，是不是？电机没有，就是一样。嗯，说的。哎，转的好，转的好，电机没问题。电机没问题，那是。你手摇那个，手摇，跟他没关系。到哪了？对呀、啊，你这样扒，你看它都可以转的。你看，我用手都可以扒得动、啊，都能扒得动。你看，嗯，啊，你看它能扒得动。对，它在转，它也在走，还是电机有问题。不是，再放试试。这样，再把这个电机装上，再看看，不是电机的原因，不是变速箱的原因，您猜那是什么原因呢？等电机装上以后再看一下。装上电机以后，空转试机都不转，打上档以后还是不转。它动不了它？对呀、啊，它就打不动了嘛，正常都没问题嘛。就今天嘛，我敷一个那个，然后过来它就出现这个情况，飞一个，就敷了一个那个空开嘛。你动了个线了是吧？啊，动线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今天这个坏掉了嘛，我换这个干嘛？动哪个了？换的这个。哦，换了个这个。啊，这个。啊，动了个线了。这个是我换的，买的新的。这个三个线是往上走的。里面三个线呢？相续是不是反了？调过来，相续是不是反了？调过来。原来在这接的是吧？你这啊、哦、L1、L2、L3，你为啥要换它呀？坏了。哦，它坏了，你换了个新的。啊。一直好好的换了它以后就出现问题了。啊。R1、R2、R3，刚才是 R2、R1、R3，这样应该是再来一下吧。是啊。啊？老铁，线错了，它的转向和你的档位和你档位那个了。哎呀，被拆了。猜猜看看也好。老头子啊，他这个响序啊，他这个转向和这个档位是对起来的，他转向往这转，你档位往这打，他是憋着个劲的，他就转不动。这个线我已经动它。你动了。啊？你动了。这个线。
这是有相续的 ,L1,L2,L3。啊对啊，我里面的线我跟外面的线我是一起捆动起弄起来的。那你一起动了。不是，我不是一起动，我换的时候我都给它标好的，我都记好的。没有没有。这个 R1。那要错就是错在哪次啊？你要这个我换了多长时间啊，也就他妈用了 有十几个小时吧。啊，我前面就换了一个，换了一个，要不我上次就弄错了。啊，换两次这个。啊。换两次。这俩懂了，反了。这不够长啊。这个和这个 R1, R2, R1 和 R2 反了。导致电机的转向不一样。本来是往左转的，结果往右转了，导致向序导致的那个力量正好是反的。OK 了。啊，我也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向序跟他有关系。我头一次修到这样的故障。像这种故障没有经验，有经验的一分钟就发现问题。而我解决这个问题用了足足二十多分钟。所以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，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能轻松解决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